来低空，的低的，哎，接受。啊，其实你这个不需要剪啊，你这些短短就好，短短这样对不对？嗯，拉下来，多长就是拉多长，然后旁边接，这样就 OK 了，好不好 ？OK。哦，而且没一点很长了哈、哦嗯。然后筋可以往旁边走，啊，旁边走那怎么办呢？旁边走安呢？好、哦，旁边走，我安呢好啊，哦，安。哎，对吧？哎，走啊，这个马，安尼吼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，少一个，应该是安尼吼，到家对吧？到家，对，哎，到家，哎，其实可以，这个可以这样写的。但是给姐姐摸过，好，比你这个松了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哦，你这个要先这个先写，或者是两个先写都 OK， 哦，两个先写都 OK， 啊对不？这个距离给它一样，哦，要两，然后这个地方最好写是这个地方给它三等位，哦，然后从这里再拉下来，有没有？拉下来，它因为这个字。这个是拉下来以后，这个就好写，这个就不需要拉长，啊，这一点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先写，这个再写，变成这样，然后两边画。最明显的是一个长。两边画，好、哦，两边画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哦，它也当然也可以像你那样哈，啊，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叫背式哈，我、哦，嗯，啊，这一样长，好、哦，啊，一样长，这个意就好写。这样拉过来，还是过来，密字旁这样也可以，但是底下要留一点空间，不要画到底下卡骨龙母一样哦，这样就好看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总，给它这个烟囱的囱，烟囱的囱哈、哦，然后心。把它摆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先写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右来低头来，对吧？直下来，再往旁边拉，这样才会好看，懂吗 ？OK。这固定的嘞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好，可以这样写，安尼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这样人一样是人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人，你的人如果要这样写，也没有问题的哦。这样拉过来，有点弯度，这样有点弯度。哦，那剑还可以这样写哦。哦，各就这种不赶快下法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弯过来，弯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里拉。好，这样子，像甲骨文有没有？甲骨文也狼下那下面呢，像一个人跪着，懂吗？这是人，长跪。啊，他的剑底下是人，一个人的眼睛。哦，一个人的眼睛。一个眼睛啊，在那看呢，看事情、哦、就是剑的意思，懂吗？哦。啊，剑，很特殊啊。嗯。哦。啊，比如说光就是一个火把。啊，一个人拿一支火把呢、哦，就是光亮啊、嗯。啊，所以光可以这样写哦。哦。啊，其实它不是火，你知道吗？它一盆火，古时候的火是这样的，一盆的啊。皇冠。我的盆，哎。又不是山吗？啊？不是山。哦，山是安下。掉到坑里面去。哎